一揭牌，好，谢谢，我们掌声。南部与新竹县把它从我们民进党的民主沙漠国家变作绿洲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变成绿洲好不好？好，来支持我们新竹县。那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，咱新竹县哦，议员共三个啦，三个，民进党共三个，我听起来讲安尼要安怎？在2018，我们要有个雄心大志，我们的县长一定要拿回来。啊，拿回来不是我来是来帮忙哦，所以我一定会很全心全力的。我做代志的台东的事，一人拐走，不是我做的，我不会去随便去插手。但是只要是应该我做的，我会全力以赴。